冯盈盈的医生前男朋友中文号孖田，日前就被传媒爆出他和未婚妻影结婚相，并会在今个月底拉埋天窗。不过再有传媒报道，有读者爆料指孖田的未婚妻黄咏贤原来曾经在2017年参加无线艺员训练班面试，当时他就和男朋友郑俊熙一起去将军澳电视城面试，并在电视城出面接受访问。黄咏贤化了浓妆，对眼明显比现在小，亦冇而家嘅间尺鼻，惹嚟咗整容疑云。面试当日，黄咏贤报称任职空姐，中意表演同埋唱歌，但就最后落败咗，未能加入无线。请不起喜欢我，快研究和我这异性拍拖。